咁今年2018年，我哋应该系2009年2月22号就一齐嘅，第九年啦。咁就2019年会我哋第一个十年。咁跟住落嚟嘅20、30、40或者50，以后都会有我喺度。任何事、任何困难，我都会企喺你前面。咁就好多谢你咁多年嚟好好咁照顾我，包容我嘅脾气，同埋我嘅情绪。咁喺度要同你讲，老婆，我爱你。Take our chance, take it now.